Hello，大家好，我是饼干。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期我史上合成最满意也是最顶的一把 AMD 啊。那么这一把 AMD 65的话呢，是多种优势啊，高攻击啊，48攻啊，87射程啊，高远射啊，移动射击83啊，高精度啊，然后低后座啊，93的后坐力，然后射速的话适中啊，11.35也不算太差。这一把的话是运气特别的比较好。啊，那么合成公式的话呢，就是 EF 用 M2 的卡宾啊，那么这个的话，塔伊夫的话是没有这一把枪支啊，那么 M2 的卡宾基础的攻击就是基础的射程就是80.6，对，然后 EF 的话呢，射程是拉到了79啊，然后呢 RF 的话我们用这个 SKS 量子核心啊，然后加攻击啊，这个射程没有减太多，然后准度的话是拉到了86.6啊，然后呢，最后 EF 的话我们用 AK47 龙吟啊，龙吟的话呢，这个最后 EF 实际上很难啊，因为如果说你拉到像我这样，这个就是要看运气吧，反正对，然后最后 EF 的话呢，就是用龙吟然后来拉一下攻击，还有这个后座啊。增加后座啊，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后座增加了4.1，直接拉到了93啊，那么射程是只减了0.6啊，攻击的话48达标啊，那么准度的话呢只减了0.1啊，准度也不要减太多，如果说你掉了70多的话呢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这一把的话呢数值就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准心特别小啊，啊三枪。三枪，三枪啊，基本上都是三枪。基本上超疼，基本上这种远距离的话就直接。啊，基本上真的后没有后。打的话就是非常一个完美数值的 AMD 啊，没有之一，也是我最骄傲的合成的一把步枪啊。那么最后呢，感谢大家收看这期 AMD 65的合成预览影片，我是饼干，我们下次再见，拜拜。PDG Granada。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 Понял. Request for backup. I got one.
corner. Понял. Перезаряжаю. Молодец. Пошел, пошел, пошел! Понял. Впереди брат. Меняю магазин. Смена магазина. Молодец. I'm reloading. Charge. The squad enemy leader has changed. No! No! The enemy. Oh! Information has been sent. Fire in the hole! Charge. Roger. Reload. Fire! I'm reloading. 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 Впереди! Граната! Граната бросила! Граната убила! Молодец! Понял. Обнаружен С-4! Обнаружена взрывчатка! Здесь С-4! Обнаружена бомба! Там держи! Мы их крепим от магазина! 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ломлено! Shotgun.